嗨，各位车友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特斯拉的双层玻璃。然后我的车本身是没有做任何的隔音跟玻璃的更换。然后今天另外一个车友他要更换的是双层玻璃。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目前一般 Model 3的玻璃的厚度。哦，先把表归零。Zero， 哦 ，Zero， 现在量看看。然后我们本身 Model 3的玻璃的厚度来量测一下。这个是 mm 为单位，所以是 4.9 mm。哦，那稍后等一下，我会等另外一个车友。它的双层玻璃的厚度为多少？好，谢谢各位。哎，各位车友，现在要量测这个新的双层玻璃的厚度为多少？我们先把表层归零。好，所以新的双层玻璃是大概6 mm 左右。好，稍后再帮车友实测，我看路感跟隔音各方面的状况如何。好，谢谢各位。那我顺便在我的车上做一个 test， 就是第一个我没有双层玻璃，第二个我没有做任何的隔音设备。那我现在音乐都全部关掉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到另外一位车友家。那等一下我都不会讲话，因为顺便测试，目前我这一台是没有做任何的隔音设备。好，开始。嗨，各位车友，刚刚已经换好双层玻璃了，然后马上来试驾，马上做个评测。然后因为我已经开一小段路了，我是觉得整个隔音的效果有明显的改善。就是你假如是摩托车停旁边啊，那之前的我的车啊是听起来是还蛮吵的，所以双层玻璃。目前我是觉得它的效果还不错，真的是有差别。那像之前假如加速或者是停红灯或者是等等这种哭啦，声音的回馈都会非常的明显。那隔音玻璃刚刚我停红绿灯啊，或者是旁边Autobike在旁边啊，其实整个隔音的效果是有明显的提升。好，以上就是简短的试驾。那我目前是给这个双层玻璃给予蛮高的分数，对于隔音的
的效果是有差别的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